사고 났잖아. 소개해라. 소개는 我那边切木材要烧火啊，那个电器啊，哦，可能有电线走火了。哦，电线走火。那边底下有那个木屑的。哦。哦。一下，水神呢跟病毒呢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会变成什么，变成水，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，那一天使用个百至千次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，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。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，请上快点购，输入我的推荐代码就会有折扣哦。